怎么事儿，超妈？你把他弄下去了呢？我这算了，干啥？我也你要下。跟我这炸他，你那啥炸他呗？你那拉你屋去炸去呗？没有，我主要是科普啊，啊？我们没那个刚才那哥们儿来我屋，我屋能敞开聊，啥都不用避讳啊，任何词儿都不用避讳超妈给啊。做的，兄弟们哪啊！天我直播了来找我，来，兄弟们，超妈给做的，海螺专属。哎，那个鹰的你咋不带？那个鹰的我是下了功夫的啊。这鹰的，你昨说，天人家你们非说像烤鸭，啥玩意儿？上什么烤鸭，我都不文乐意说。化。人家这玩意儿都给我实锤。我昨天戴手上，下面留言说这是给荣荣心今儿做的，啥玩意儿？说这是给这荣荣个心今儿是，做的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这个是古罗马的那个金币上的鹰的形象，我觉得跟你很符合。那个是，项链背后还有一排字儿，你有没有看？我看见了，这是啥意思？这排字儿啊？Notifiedade mie 啊，那切库奥嘞，意大利语意思是，这是古罗马勇士的那个配的那个刀上面通常会写的一句话，这个直译，这句话的直译是，如果你不信任我，那你就不是真心的。就是说，你拿着我这把，你作为一个勇士。拿着我这把刀上战场，如果你不信任我，不去冲锋陷阵，你就不是真心英雄。所以这句话呢，用中文翻译过来很简单，这叫做真心英雄。敢上战场的啊，才是真我心以为英你用雄。中文翻译过来是纯爱战士呢，是纯爱战士，嗯，所以这两个元素都是从古罗马的，一个是古罗马的那个勇士佩刀上是这行字儿，你就这么前几面个一个呀，是古罗马金币，你就这么几个，你没私藏哈？哦，还有，还有呢，我不给你定了吗？我那啊，啥，回头给你我做，给我他们回头抽再给了。你做，我给他们抽啊，了，对，回头做出来你再那啥，我回头再给你做，给你们抽了，先抽个我最喜欢的吧，行吗？行不行？给你们抽了，送的啊，送的，这个就跟我一样的这个。没有，我那鹰不是烤鸭，没文你那是化。荣荣熏鸡，你那明摆着是荣荣熏哎呀，鸡啊，我生气了，不跟你嗯，玩了。荣荣熏鸡，行，好嘞，好嘞，球迷这超样，妈，感谢，超拜喜拜。欢，超用心，啊。